小朋友，你们去过天空游乐场吗？赶快坐着悠悠火箭号到天空玩喽！请系上座位上的安全带。5, 4, 3, 2, 1, go！ 我要搭着火箭飞到天空里，看看蓝蓝天际的白云。太阳公公发射暖暖日光雨，看见风儿对我笑嘻嘻。吃大月饼，他和星星一起玩游戏，睡醒眨眨大眼睛，吐醒摇摇呼啦圈，帮忙灰心拖着一把在扫地。许多小爱心，发现地球实在真美丽。宇宙浩瀚无边际，太阳散发着热力，创造无数超级可爱小生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。快来拿宝藏！耶、yeah, ！一起玩猜谜，好彩啦！船长今天这么快就给第一个提示了，谢谢船长。小爸、啊、提示是什么啊？我看一下、啊、嗯，电费缴费通知单一共要缴3888元。哇，这么贵哦。哦，小爸，看来你没有节省能源哦。嗯，那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省电的好方法呢？是什么？快点告诉我。关灯。还有嘞。用电灯去把插头插用掉。哦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小朋友说的这些省电的方法，我都忘记做了嘞。什么？那我们赶快猜谜，猜谜完回家检查检查。嗯，那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一个插座，意思就是要请大家猜一种会用电的电器用品哦。没错，大的要插电，也有小的用电池就 OK 哦。电器用品，问我准没错。
那小朋友，你们有想要哪一些电器用品啊？电视，还有嘞，手机、冰箱、iPad， 还有嘞，手机。哇，你们真的好厉害哦，每个都是电器小博士。不过我们今天要猜的这个电器用品实在是太常看到了，每个人的家里应该都有。就算没有也一定看过。常常看到的电器用品，小朋友赶快再来努力想一想。彩虹姐姐，我觉得今天这题我们一定会答对哦。那我们要再来认真听听第二个提示。没问题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咦，扇子，意思是说啊，这样电器用品跟扇子一样，在很热的时候很好用啊。没错，它上面的扇子可以吹出凉凉的风，让我们感觉很舒服。不过它不是这样扇的，是像这样转。我们好像有答案喽。没错，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有答案了吗？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大声说答案是什么？电风扇。没错，我们的答案就是电风扇。是电风扇吗？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扇子转转转就可以吹出凉凉风的电器用品就是电风扇哦。他们猜对了啦！耶！帮自己拍拍手。好凉哦。失败了，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。这次输得惨兮兮，哎呦！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！哇，这风好大，不怕不怕，吹爆凉我不怕。船长，你吹的风我们觉得好舒服哎。船长，你可以再多吹一点呢。小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跳电，没风了。好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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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Railroad, 铁路。Rhyme, 押韵。哇，我们今天又多学了好多实用的单字。没错，法布 ABC， 我们下次见。